全网第一个28个王牌烟机来了。就在刚刚，兰博成功冲上了无敌战神，全网第一个28个王牌印记诞生，以52KD 的傲人战绩荣登全国榜一。曾经熟悉的那个四排榜一重新夺位，从屋顶中熬到现在，兄弟们，我做到了，好吧，做到了，做到了，而且是全国榜一的无敌战神。兰博说了，他这个无敌战神是给直播间的粉丝观众打的，他要证明自己，他不想让支持他的粉丝失望。你们喜欢的主播他也可以上战神，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兰博的封神之路吧。兰博战神之路请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迷雾小宝运顶护航，从早上5点开始到晚上12点，整整一天，毕竟人老了，在打完倒数第二局后显得十分疲惫，真的打了一天，打了一天了。而在这最关键的最后一局，便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无忧小老虎一起见证。哇，这天灵地灵，直接来个人机局。哎呀，可以，曾经的四排榜一今天挑战一天封神，50KD，我去，这么猛啊！这是我吗？全在打了。50KD，你以为？全在打了。是我打的，什么心态打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博哥吗？你是在质疑四排榜一吗？我都说了，717个人头，有700个是真人。刚进对局就发现很质量，为了稳妥起见，选择了再开一把。这一把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这一把安全第一。果然选择是非常重要的，下一步情况如何呢？一起来看吧。虽然出生岛感觉没什么高手，但是进游戏的兰博还是将稳妥进行到底。是啊，不能见重。我这边有车，这娃不打了，走，我这边有车，过来，不打。能抓你啊？能，我刚一直接被抓2把了，我去，我看30秒。我操，这么夸张？哼，你以为呢？他还能抓得到呢？别打，走了，走啊！你看这 SKS 啊，这么快，我去，快走，过来嘛，走，直接开除，我去，走，打轮机去啊！打我去，怎么玩？就听这 SKS 就会玩，走。我觉得，我看看他这么稳健啊！我打轮机就好了。我以为这轮机多啊！我第一次见那么稳健的是。什么叫战术？这就叫战术。接下来的对局也是顺风顺水，兰博感觉回到了当年榜一，完全就是无敌起飞的节奏。这是我离战神来最近的一步，我去。呆瓜烂一烂，你稍微有皮肤就不要烂。多少个头了呀？有5个头了吧？四个。人机有危险了！四排倒一，前方有危险！战神，我的天！危险！来，前方有危险！倒一！直接倒来吧，我拿下！哇，随便拿。有我实力，走，干他，干他！我去你的，肯定没事。走吧！他现在就感觉快上上面，知道吧？他以为我们还在上面，你知道吧？他刚看到我们还在上面，你知道吧？傻瓜！现在给你摇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他也是你干的吗？他。打！你们打，不要管我，你们直接打。大姐。跪下！打谁呢？有什么实力啊？跪下！你给我跪下！我就是你抓了吗？啊！兄弟，你只会被人吗？兄弟啊！你抓了招人就招人了，兄弟！来叫什么叫他？被我！有什么实力啊？叫什么叫啊？闭嘴吧你！你这是你说了个谁啊你啊？闭嘴吧你！叫！抓谁呢？就抓打了个谁啊？你什么实力啊你？跪着别人打不明白？来呀！什么实力啊？他至少他们20队人在抓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至少20队，他刚刚在跟别人撞车队说他没打过我们，知道吧？恭喜他！哎呦，他给我打的！撤！你们看到没？撤了！我看到了！全员暴毙！我跟你是兄弟，你是我即将战神的第二个头，前方有危险，
拿下，牛逼，加十八分，加十八分，杀手拿下，全晚第一个二十八个完美演技来了，必须拿下！我加三十二分，我天，这么高！哎呦我去！全网第一个，我这应该是全网第一个二十八个完美印记吧？他来。